汐止中正老街已经有百年历史了，早上它是市场，假日的时候我偶尔会跟妈妈到市场买菜，顺便到记得公拜拜。暨德宫的总干事阿姨告诉我们，要拍摄暨德宫就要先征求妈祖同意，她要我们宝贝向妈祖请示。之前在拍摄通灵少女的时候，通灵少女的导演就来借场地了，他们就连续博取那个三个圣杯，所以在他们拍摄的过程当中一切都也很顺利。那原则上来说，因为妈祖庙是妈祖的家，那为什么要跟她同取得同意呢？就好像你去朋友家，你要去朋友家也要同学的同意啊，朋友的同意啊，你才能去人家家里。原本我想我们是小孩子，做的也不是坏事，妈祖应该会同意给我们三个醒杯，但怎么求都求不到。老师仔细请示后才知道妈祖的意思，他觉得我们的拍摄大纲都没拟好，只是在到处乱乱拍。哎，刚刚做一个圣杯，太悲哀了。一直到确定大纲后，才等到妈祖的醒杯同意。这件事情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奇妙。人们念念有词的举香、弯腰，然后心满意足的在香炉里插上香。在那个瞬间，我突然觉得妈祖就像和蔼可亲的主人一样，亲切的和客人聊天。百年历史的石柱，和妈祖娘娘一起陪着汐止居民度过漫长的岁月。每间寺庙的石狮都不会动，暨德宫却有一只会动的石狮，它是小虎。它在庙里一蹲一跃，活泼的身段吸引着大家的目光。伸懒腰是猫式瑜伽的预备动作，接着就是练习抓老鼠的武术，塑胶袋就是沙包。作为妈祖娘娘的小跟班，有睡垫是基本福利。前阵子抓到老鼠，小虎的脖子上挂上金牌，看起来更神气了。我不敢约了，约了。别回踩，回踩。每个月的初一十五，我阿嬷都会先去市场买贡品，到记得公拜拜。拜拜的前几天，她的脚扭伤了，所以我陪她一起上街。我很久没有这样陪伴过她了。拜拜前一天，我陪着阿嬷到市场买菜、买贡品，我们边逛边聊，回忆起小时候她陪着我的时光。在哪位？要苹果。现在开始在直播，现在是直播吗？相机呢？现在开始录影。哦，阿妈，这里的孙哦。哦，阿妈洗菜时啊，笑咩咩吼。对啊。后摆爱友好哦，会知无？对啊。好好讲。哎呀，友好。长乐。多吃较好。长乐。长哦，长长较好。长较歹。长较歹。嗯。
了啦。我都白，付我那球哩，我这跑过走咁跋倒啊，我保庇着，我发电话给伊跋一下，都等倒去吃。你若保庇我，这跑过你好好。我七十个，我拢会一百个。生病时，我不会求神问卜，但我想陪着阿嬷，理解她的信仰，安抚她不安的心。我陪着阿嬷到庙里拜拜，阿嬷说她很高兴我能陪她，其实我也觉得很幸福。我们除了固定的初一十五法会，还有那个马祖圣诞啊跟普渡，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，在马祖圣诞的时候，我们有办那个博那个妈祖的平安饼，让那个信众哈求那个平安饼回去吃平安。还有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会办那个博状元饼的活动。再一次。当然是很高兴啊，因为他们也是都在找一个心灵的寄托啊。百年前，汐止济德宫傍着基隆河，面向大尖山而建，后来因为种种历史因素而落脚在现在的位置。大家热心做公益哦，做爱心哦，爱心一起来哦。好，你们的善款我都是捐给妈祖金哈，妈祖金就在重建在对面。哦，你看，然后这个没有，谢谢，谢谢爱心哦，谢谢。要尽量用，然后有的东西旧了，然后再把它换新一些。由于济德宫因台风侵袭，导致结构受损，宝贝经过妈祖娘娘同意后，决定在原来的地址重建新的妈祖庙。农历十一月六日这一天，妈祖娘娘被恭敬地迎上神轿，在大家簇拥下，声势浩大地出发绕境，要告诉汐止地区的好朋友们，妈祖娘娘要搬家了。这是第一次大家骑着摩托车陪着妈祖娘娘绕境，我们跨过基隆河和火车并行，还经过我们的学校秀峰国小。车队绕了汐止一大圈，等到妈祖娘娘的神轿回到济德宫，已经是傍晚了。最后在庄严热闹的回銮仪式中，大家慎重地将妈祖娘娘送回家。鞭炮声响起，敲锣打鼓，舞龙舞狮，大家欢欣鼓舞地迎接动土的这一刻。一段故事的结束，也是下一段故事的开始。未来，济德宫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